good morning. 首先，我先把最热情的问候献给我的父母，他们远道从意大利远道而来。其实他们中文一个字也听不懂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。意大利做啥？Grazie per essere venuti, grazie per il vostro supporto e grazie per volermi bene. 我刚刚对他们说的是，你们笑的时候是鼓掌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跟着你们笑和鼓掌。大约四年前，我来到中国，我的人生也被彻底改变了。我慢慢地掌握更多复杂的中文表达，也更加深刻地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。比如，在中国，不管我的身体有任何不舒服，中国同学对我推荐喝多一点开水。发烧了，喝开水；胃痛，喝开水；压力大，也喝开水。现在我才发现了中国的开水厉害得不得了。对我来说，来中国留学就是改变我人生的契机，它拓展了我的视野，也让我的观念更开放的。现在我还能站在这里代表几百位留学生演讲，而且是在我的父母一脸惊讶中全程用中文说话。我要跟你们说的是，要去开始一段新的冒险，为一个目标去拼搏，相信我，永远不会太晚的。我们和我们中国同学也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。 Thank you very much.